大家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刚才在看新闻，心情不好。我看到阿桑奇他被捕了，阿桑奇，被捕了，差不多有4000一个黑客，现在在加班加点的做一些他认为他们该做的一些事情。这个阿桑奇真的不应该是这样子啊！他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，看到了吗？结果也不是很乐观，是吧？澳大利亚这个国籍的阿桑奇根本他的国家不管他。有人说他是属于政治犯啊，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就是他好像被他们的国家抛弃了。所以这个事还挺悲哀的，好像没妈的孩子一样。不过我觉得这个阿桑奇，他真的像他这个最后一个名字一样，他会创造奇迹。那在厄瓜多尔的使馆待了这么多年，他应该也不是坐在里边睡觉吧？他肯定也是在做一些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容易好收拾的。不过这次被英国警察逮着了，他的命运不知道怎么样，我们祈祷他平安吧，上帝祝福他能够因祸得福。Evening 天空还是怎么了？现在我们这里都是吃晚餐的时间了。周末愉快，朋友们，跳舞去了。